大家好，欢迎您观看智云教学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Queen RS 的模式介绍。左右跟随模式 PF， 菜单默认模式为左右跟随模式 PF。单击 M 键 ，Queen RS 在 PF 左右跟随模式全锁定模式 L 键切换。左右跟随模式下，俯仰轴、横滚轴角度锁定，相机水平朝向会跟随手柄转动而转动。上下左右推动摇杆可改变相机角度。左右跟随模式适合拍摄以人物为中心的环绕镜头，拍摄时配合脚步及手柄的转动，确保人物在画面中心，即可得到一个环绕的画面。全锁定模式 L， 单击 M 键即可从左右跟随模式 PF 切换到全锁定模式 L。 此时俯仰轴、横滚轴、横向轴三个点击全部锁定角度，相机朝向不会跟随手柄运动而运动，上下左右推动摇杆可改变相机角度。全锁定模式 L 适合拍摄以某固定角度拍摄的长镜头，因为三个轴角度锁定，不会因为过程中手柄或云台微小的转动而导致画面发生偏移。第一视角模式 POV， 双击 M 键 Queen RS 进入第一视角模式 POV，三个点击全部随手柄转动，且拍摄角度不受限制。简单而言，就是相机角度会跟随手的变化而变化，因此可以拍摄很多创意的画面，模拟低空飞行、画面翻转等。三维梦境模式 V， 在第一视角模式 POV 模式下，再次双击 M 键即可进入 V 模式。此时俯仰轴电机旋转90度，镜头朝上，俯仰轴和横滚轴、横向轴均跟随手柄转动，向左或向右推动摇杆可以控制横向轴旋转，这样就得到我们常说的三维梦境的画面。全跟随模式 F，单击或按住扳机键进入全跟随模式，您可以在菜单中进行触发设置。此时横滚轴电机锁定，俯仰轴电机和横向轴电机跟随手柄转动，向左推或者向右推摇杆改变横滚轴角度，适合拍摄一个上摇或者下摇从环境带到角色的镜头。疯狗模式 Go， 三击 M 键 Queen RS 进入疯狗模式 Go。 此时横滚轴锁定，俯仰轴电机和横向轴电机快速跟随手柄转动，当需要运镜快速转场或者拍摄运动题材时，使用疯狗模式 Go 会有更好的效果。今天 Queen RS 的模式介绍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